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坎，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反叛的鲁路修。好，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日版官方啊认证最强的神角，三只最强的 SS 级的神角啊，必抽的。还有这游戏呢，最多礼包版详细的兑换教学啊，最爽的福利，这个隐藏版的需要要怎么拿？旭哥这一攻略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些这个最快速刷手抽啊，一些游戏的玩法介绍都在这一集一起分享给大家啦。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虚好都是独家最新。好，那旭哥来分享这个反叛的鲁路修失落物语的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福利啦。好，那首先我们先到这个巴哈姆特的网页啊 ,PRJ.GAMER.COM.TW/2023/CODGESS 反叛的鲁路修这个网页呢，这边就有这个福利可以领取了，这个礼包码虚宝福利，我们只要参加这个活动，追踪这个粉丝专页呢，就可以拿到这个抽奖券了。像旭哥已经拿到三个抽奖券，那这是限时福利，到6月12号的晚上11:59，所以就是到6月12号为止这样，然后6月13号就没了，所以是限时，这算是蛮隐藏版的福利啊，隐藏版的需要。那旭哥独家分享给大家，到这个巴哈姆特这网页，网址在上方，旭哥刚好念给大家听了，网址在画面的上方，这边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福利。那这个抽奖券呢，你就可以去抽这些东西，包含这个强化设计图啊，红色的、青色的，还有绿色的三个嘛，还有这个 CG 5000的这个 CG 币啊，这个金币以及披萨小，还有这个驾驶员强化素材大五个，那可以透过这个抽奖券抽。那像旭哥有三个，就可以来这边抽。那抽完之后呢，就可以去来分享这个奖励，然后就可以领到这个奖励，这个虚宝，它会寄到你的这个信箱里面，这个巴哈姆特的信箱，大家就可以去领取了。好，这个就是这个反叛的鲁路修啊，最多最新最全的礼包码的兑换教学、啊，隐藏版的序号啊，最爽的福利跟着旭哥领起来，这个虚宝好礼，抽奖领这些好东西。好，那开局呢可以选择男角女角，然后每个都有他的配音哦，白丝袜不错不错。好，那我们就开局了，前面跳过，快速进入游戏。快速的来抽手抽，还有羊角色推主线。好，直接跳过，这样最快速啊！我们就最快速的推进啊！这个动漫也很久了吧？以旭哥印象，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了。早期还算蛮有名的，好，来 ，Battle Start， 开始。角色。这其实很像塔防的玩法。那 cost 的够的话，就可以再叫一只新的角色。之后才可以开。好，又可以再叫一只了。这一只是射击型的，刚才那只近战的，这个是射击的。这种塔防的玩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好，轻松成功了。马里奥，什么名字啊？刚忘记取名字，因为按太快。什么好笑名字？马里奥。好，跳过剧情。
那这个都可以快速的跳过，让我们就是最快速的去刷角色。除了必要战斗的话，你假如不想看都可以快速跳过了。那你假如想要慢慢的欣赏剧情也是 OK， 就是多花那个5到10分钟之类的，慢慢看一下故事剧情。啊，旭哥要做攻略的时候就快速的跳过了。好，这次上另外一只，也是近战型的角色。好，这个 cost 快要吸满了，准备上角色了。上看这一只了，最快速的来刷手抽了，来，手抽刷起来了，快速的解前面的，就是为了要刷手抽啊！来，大奶妹皇女尤菲尤菲米亚，哇，太香了！有个大奶妹鲁路修，二星的鲁路修，主角。恶心的主角。第三王子。有个三星。基本上还刷的不错。好，那旭哥来分享啊，这个日版官方认证啊，最强的神角，这个 SSS 级最强的三只神角，这个必抽的神角分别是这一只。来，我们来看一下日版限定神角。这个鲁路修反叛者 Zero 这个版本最强的神角，这个应该是后面才会出的非常强力的这个 Lost Stories 里面的神角，那蛮帅气的鲁路修，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然后评价是最高的三个 SSS。这个 Wikipedia 嘛，它这个评价里面最高，基本上就是最强，由这个日版官方啊认证最强势的神角。再来下一只这个同源，这一只也是最强的神角，官方认证。好像看到什么色色的东西，虽然想要点下去看，不过因为碍于 YouTube 有一些麻烦的规定，要不然旭哥就把它点进去了。好，下一只这个卡莲也是最强的神角，目前官方认证啊，最强的三只 SS 神角，这是三只啊，哇，卡莲好香啊，奶好大，赞赞赞，所以这三只基本上是必抽的，那其他 SS 啊 S 加的角色呢，都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也是不错的，那基本上是以 SSS 神角为最优先这样。好，那旭哥就把这个官方认证啊最强的神角阵容啊就推荐给大家啦。提领最强的神角，从 SSS 到 SS 到 S 加这些都有排名嘛。好，那网页在上面，大家也可以到这边看，这个是日版攻略的网页 Wiki。那官方认证最强的阵容呢，提领最强的神角就分享给大家。好，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看旭哥手游攻略。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续保效，独家最新都在旭哥频道。好，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